事人员没有拿出来，怎么可能签？你们说作弊，你们指控作弊，就等于在指控议事人员作弊。东西是在议事人员的手中，议事人员没有拿出来，谁能签？你们指控作弊，就是在指控议事人员作弊。为什么要为难议事人员？议事人员拿在手中，他没有拿出来，那议事人员怎么可能拿出来？说谎，说谎，说谎！胡说八道，无能后说谎，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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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能后说谎。先无能后说谎，连抗议都无能，连抗争都无能，连抗议都无能，连抗争都无能，连抗议和抗争和悲歌都那么无能，还要用说谎来掩饰你的无能。不能掩饰你们的无能啦，东西在议事人员的手中，主席没有宣布，议事人员怎么敢拿出来？议事人员没有拿出来，谁能签？你们想要程序发言就站错了地方，想要程序发言就要来这里排队，你们全部在后面作秀，你们全部占据发言台，没有人来排队，排队才能签。严审服贸才能救台湾的经济，严审服贸，服贸签的真的不好，台湾的中小型企业即将要全部被歼灭，对中小型企业来讲，服贸一定要重启谈判，一条一条的审，逐条审议才能救经济，逐条审议才能救经济，这样悲歌根本就是在影响跟伤害台湾的经济，不应该伤害台湾的经济。严审服贸救经济，不要再乱了。严审服贸才能救经济，不要再乱了。服贸签得这么不好，一定要逐条审议。严审服贸逐条审议才能救经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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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严审服贸逐条审议才能救经济。民进党作弊，民进党作弊，民进党小偷，民进党作弊，民进党小偷，国民党说谎，说谎不能掩饰你们的无能，就是因为这么无能才会牵出这种服贸，国民党整个无能牵出这种服贸，这么样的无能，国民党还要用说谎来掩饰他们的无能，严审服贸才能救台湾的经济，必须逐条下去审。美容业、寝具业，太多太多的产业，在服贸签完以后，全部都要面临重大的伤害跟危机，一定要严审服贸。